There's a place where lovers go to cry their troubles away. And they call it Lonesome Town, where the broken heart stays. You can buy a dream or two.And the only price you pay is a heart full of tears. Going down to Lonesome Town, where the broken heart stays.不是我扔的飞镖，不是我扔的飞镖，不是我扔的飞镖。是不是你扔的飞镖？我也在找他。别撕，我挺喜欢我这张通缉海报的，留着吧。给我来杯酒。好久没有见过这般杀气了，不如让我们来一个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决。好啊，你想怎么对决？比快，没问题。三二一，没人比我快。真是好眼力，这种镖在方圆十八里之内绝无仅有，独此一家。看它的轻盈，看它的质地啊，看它的扔出去，保证你稳准狠。是你扔的飞镖，不是我扔的。是你扔的飞镖，不是我扔的飞镖。是你扔的飞镖，不是我扔的。那是谁？好喝吗？想必你们都知道我在西部的名号了吧？哦，知道，八大罗刹之首，飞陀罗，这一些人都是他的学生，那我都熟。少废话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拔枪最快，出枪最准。死在我枪下的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但是我很公平，每一个人要死之前，我都会跟他们玩一个公平的游戏。这是这么大人玩什么游戏？不玩了，不能玩。休息一下。如果赢了这个游戏，我就会放你们走。玩，坐下吧。
说说你们想玩什么游戏呢？我有一个提议，不如咱们玩一个喜闻乐见的，有娱乐性，然后不伤大雅的，小游戏。是什么游戏？你比如说。杀人游戏，好啊！不是好什么，我都没听清。不是他从东部来的，刚到西部，说话有口音。啥游戏？杀人游戏？杀人就不想不好玩。再说一个，哎，咱们三个人不如就来一个三国杀吧。好啊！不是，他没听清，他说的是三国杀啦啦啦啦，哎嘿，杀啦啦来几手。回来，妈，我有个朋友，稍微等我一会儿哈。坐下，我要跟你们玩一个非常公平的小游戏。关键这游戏难还是简单的呢？简单的小游戏，老虎帮的鸡不，俄罗斯轮盘。这把手枪可以装六发子弹，我们三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走出这里。我出去，我就绝对不能同意。回来，那个妈，朋友稍微有点热情的一小会儿。坐下。我装进两发子弹，开始了。谁先来？对啊，谁先来呀？对，那个你先来吧，打个样。好啊，你先来吧。哎。我先来就我先来，啊！三二一，开！哎呀！什么玩意儿？行，完事儿了，回家了。该你了，你没事了，该你了。不是完事儿了吗？你来还是我来啊？我来。大家今天都安然无恙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必须玩出一个结果，回来。换你了，继续。哎，这一把。失败了。你就不能多打一枪啊？没事。行了，都别找了，在我这儿呢。写陀螺是吗？黑罗刹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哥啊！你别不用说话，给你厉害的。不是这个，给你能耐的。这个啊，你就嘚嘚，我看看。这个枪是模型。你
不是啊，吹了吧？不是，模型怎么了？模型，他那个枪也没有子弹，咱俩还打不过他一个人吗？吹呀！少一发。 赏金猎人。